我的天呀，不会昨晚你这么对我的吧？这个男人总是让我虚惊一场，但昨晚的这一夜却是我这一个月睡得最安稳的一晚，是那么的香甜，这是为什么？怎么睡这儿了？昨晚，你别想多了。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所以就睡在这儿。怎么感觉他睡我身边啊？这个女人总是让我心神不定，昨晚这一夜我似乎在做梦，可是为什么现在我脸上会有她发丝的气味？我一大早上排队，生煎包、鸡蛋还有豆浆都是你喜欢吃的，吃点吃啊。谢谢李先生。哎，你俩同居？怎么说的呀？杰森是我亲兄弟，你放心好了，保密。你呢？好说歹说的，终于不八卦了。好歹也算是我亲姐妹吧。凑合吧。啊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什么？怎么可能只选一个？那我一个，我大肆宣传了啊！No， 这样两个不，全部。不过没什么可说的嘛，对吧？我们本来也没什么。啊对，本来都是假的。但是江总出差之前我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，这次会议呢，我们主要的是根据我们公司的重点项目物流分拣项目，我们将 AB 小组分别汇报了两个方案的情况，我们来进行汇总和整合一下，来进行最后的敲定。下个月正好我们参加路演。两位组长必然在同一个项目，还要团结一心，这样才能顺利的推进。我们选择的是最合适的方案，没有高下之分，所以希望二位理解。江总，首先我说我非常尊重童总工，但是就我们公司目前的状况，我觉着应该采用我的方案。物流系统的第一特质是什么？稳定。
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一个快件儿，它12个小时送达，但是丢件率在50%；另一个快件24小时送达，但是使命必达。我想请问，各位怎么选？我的 Kiva 系统，它的特点就是稳定。微脑机器人同比较同类产品，性能提高了15%，这已经非常具有吸引力。而童总工的 Tino，兼容性、稳定性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，成本却是我 Vino 的1.5倍。所以我觉着 Tino 风险太大，收益不明，不建议采用。我认为李工啊说得很好，稳中求胜是我们智通科技啊一向的方针。童工程师，你有什么想要表述的吗？童工程师，哎，童宇，你干嘛呢？大家觉得刚才是我的行为更加的吸引人，还是说李工刚才巴拉巴拉说了很多见解，更吸引你们的注意力？当然是你啊！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想干嘛。谢谢老板，我成功吸引了你的注意。那是因为我站在台前，站在你们视野的第一线，这是第一线的力量。而刚才我站在这个地方没有说话，大家一定很好奇我到底想要做什么。这是未知的力量，第一线未知，二者合二为一，将是无可比拟的。 Tino 机器人正是如此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物流大国，我们难道还要遵从别人制定的体制吗？ Tino 机器人系统就是为我国物流机器人体系制定的，空间利用率高，实施周期短，而和现有的仓储的适配率非常的高，完全符合我国大中小型所有的物流产业。童总工，我不得不提醒你，你现在的实验成功率不足50%，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。那是因为 Tino 运算力非常之高，我还需要时间，而且我童宇接受不了中庸的设计。难道说我们智动科技为了保稳定，就永远要苟活在二线吗？你还需要多长时间？老板，你应该知道我的风格，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，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，在发布会路演之前，我一定会拿出一个结果。我总觉得童总工的方案虽然精彩，但有些冒险啊。徐总，你的看法呢？我觉得时间还是很充足的，半个月之后才是我们亚洲科技大会召开的日子，也是我们正式路演的时间。那如果童工程师的方案没有办法落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采用李德工程师的方案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说实话啊，我对这个一线未知的设计充满了期待，所以我觉得暂时可以不决定。和我想的一样，那就这么定了。 Vino 和 Tino 从今天开始一并存在，下个月的路演两者会有一位站在前台。童工程师，李工程师，加油。自己人就是自己人，没别的事那就散会吧。对不起啊老板，我想再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，可能最近公司里边有我跟徐总的很多风言风语，其实本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私事儿，就不想当大家的面去说了。但是现在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确实因为这个事情分了很多心，影响工作是不可以的。那我跟徐总呢，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坦诚的人，我觉得有什么事儿可以实话实说。我和徐总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咱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！哎，这怎么了？你俩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啊？说说吧，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 你就老老实实说，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？情况是否激烈？哎，我就跟你们说吧，这故事其实是这样：江大凯呢，现在想追求许多，展开了疯狂的攻势，许多需要一个挡箭牌就选中了我。头儿没搞清楚啊，那个你去帮那个女魔头。 而且那个江胖子还要追那女魔头，什么情况？这林大是什么鸟都有啊！我跟你说，本来这忙我不想帮的呀，但是我偷偷在公司里边做实验这事被许多发现了，他拿这事儿来威胁我。你看到没？我赢了，给钱。给什么钱呢？这没有假戏真做吗？哎，我都说了，同事不可能那么快投降的，给钱，小废话，100块。你们三个还拿我打赌是吗？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就这么不信你没有假戏真做呢？我这钱花点冤呢。 顾老师，你那么一直看着我干嘛呢？真的，我们俩签了一个一个月的协议啊，一个月之后自动分手。一个月之后怎么着？再假装分手啊？不是你俩这有点胡闹了吧？那个，我就想问问头，你跟那个女魔头，这个假戏真做、假扮情侣这种感觉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我跟许多我们俩能做成个普通朋友就已经算很好了。 你这现在是普通朋友对不对？你办着办着变成好朋友，再办着办着就变成了砰砰砰砰的朋友。哎呦，你干嘛？我过来砰砰一下。哎哎哎！别闹！我跟你说，我赢了，小飞转账100块。什么转账？没急没急，走了啊！你别走，你先转给我，滚吧！转给我，快点！转转转转转转。你俩。 真没事吧？怎么着，还留下来单独审我啊？其实我挺高兴的，真的。你说你俩原来现在能成为朋友，我这心里也踏实了。啊，行了行了，你早点休息，啊，我走了。还是你懂我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呀，这个童现在可是有女朋友的人了呢。 哎呀，别这么大声儿，这是童的隐私。哼，隐私听到没？在我岳大法官面前不存在的，你给我老实交代。哎呀，院子真好啊！这些天啊，我今儿啊，觉着我既高兴又悲伤。嗯，你高兴悲伤什么劲儿啊？跟女人没关系。 高兴是因为童宇他有开心的事儿，他开心我就开心啊。那悲伤是因为你谈恋爱了，嘿，我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南京西路第一帅李杰森，我不应该谈恋爱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你谈恋爱了就没人陪我玩了。得了吧你，都结婚了还要我陪你干嘛？哦，我都结婚了，我倒还记得，看看这么大一个房子，除了我之外有谁啊？那。 还有个摄像头，啊，那个是我老婆。Hello，Hello。哎呀，看这里，这别挑衅了，你倒是把人惹急了，你担得起吗？哎呦，什么担不起的，反正也一周多没回来了，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呢。行了，别说我了，说你吧。嗯，看看你这个满脸春光乍现，<笑>你跟子倩到了什么环节了？ 哎呀，甭提了，这爱情的大门啊，我脚趾头都没进去。哎，子倩特别奇怪，送了我一本《射雕英雄传》，让我去看，啥意思？《射雕英雄传》？哎，你说送我一本言情小说，我还能明白意思。这武侠小说，这是一段时间没见，你看来你的智商下降了呀？这一点都不懂。什么意思？《射雕英雄传》？哎呦，我还真没想到呢。 月子倩说话还挺隐喻的，她的意思就是说，希望你就像《射雕英雄传》里面的英雄一样，可以弯弓射大雕。
弯弓射大雕，怎么射啊？他希望你这个青涩小男友可以放下包袱，勇往直前，弯弓射大雕，彻底搞定他这个小辣椒。啊，倩倩还有这意思呢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来。哎，老婆，这么早视频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现在几点钟？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，巴黎时间晚上十二点。七点，那我应该要起床了。那你回来了？刘胜男，你欺负人，刘胜男。你啥时候能回来？你回来，老婆，老婆回来呀！嫂子，看看监控吧。刘胜男，你太欺负人了。老郑，马上给我订明天早上最早的飞机，我要回去。不欢迎我？我没有不欢迎你，我当然欢迎你。哎呀，哎呀，欢迎回家，欢迎回家。哎呀，欢迎回家。哥，妈，今儿周三呀，你懂的呀。晚上替我个班，你留下来陪老大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啊，你又干嘛去啊？我，你别问了，回头请你吃饭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这，把这个，听我的，把这先处理了。徐总，下班了。童总工呢？没跟你一起回家呀？哦，他有点事儿，他先走了。先走了？嗯，你没有看他办公室的灯都已经灭了吗？哦。电梯来了，起吧。
下班后来坐会儿呗。还有，这几天不要再搞自动驾驶的实验了，我看李德有点不对劲。加班结束后来餐吧找我，有事儿和你说。这么着急找我过来，怎么了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就是不想一个人待着，想找个人说说话，聊聊天。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今天我和外科医生抢救了一个男患者，他伤得很重，我们一起抢救了他6个小时，最后终于救回来了。当他妻子跑过来感谢我们的时候，哭得像个泪人一样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，他们给了我很大的触动。我在想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吗？对啊。放心吧，我没事了，就是刚才一时之间没有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。谢谢你赶过来陪我。我们是朋友。我们只是朋友吗？我刚才从外边路过，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这儿，进来打个招呼。你是在等人吗？啊，没有等人。哦，那就好。你真的没事吗？我有事儿，你出去吧。哦，行，那你忙吧。回来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蓝叔宝。你过来坐会儿，又没什么事儿。你说什么？我从来都是当真的呀。蓝叔伯，你还真是越来越呆了。你最近看什么书呢？最近除了一些专业方面的，还读了刘震云的《一句顶一万句》。好看吗？其实他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人心的眼睛。不外乎就是两个人是否能够聊得来。哦，其中有一个片段我记得特别清楚。书中提到了《论语》，子曰：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如果有朋友从远道来看望你，你高兴吗？我当然高兴。可是这个书里，也给了另外一种解释，就是不高兴。说明你身边，没有能够真正聊得来的朋友。我有啊，我有你，我还有子倩呢。你很关心我，也很了解我。其实你对我有很大的帮助，我们应该算知己吧？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想你的吗？你是怎么想我的？我觉得你这个人有才华，却不显露，幽默风趣，也不贫嘴，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男人。可你知道有一个人说，没有女人会喜欢我。怎么会？那你说说，什么是喜欢呀？喜欢可能是一种感觉，心动的感觉。我理解的，喜欢一个人，就是想跟他在一起，一起聊天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过周末，和他一起共度所有难过的日子，和
和快乐的时光。你刚才的表情告诉我，你享受过那样的时光，和谁啊？我一个朋友。那希望你想起我的时候，也会出现那样的微笑。既然你有事，那你就忙吧，不打扰你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公司还有事儿没有处理完，那你好好休息。不用接啊？哦，不用。我这个人有个习惯，下班的时候我从不谈工作。今天遇到你，真的挺高兴的。咱俩也好久没有这么聊过天。嗯，确实。接吧，万一找你有什么急事呢？喂，干什么？我要睡觉了，直接。你俩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随便问问。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如果有什么事儿的话，你就跟我说。知道了。走吧。你今天早上怎么没等我呀？我有事先走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有义务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吗？你是什么事情都向我汇报了吗？还有事吗？要忙了。你又要干嘛？哦，好的，江总，我马上连线啊。我问你，童宇这个月在下班后私自带团队在实验室研发自动驾驶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。Lisa，这样做让我很失望。不好意思啊，江总。其实这件事情是我让他这么做的。你？最近不是一直在跟 IC 投资集团进行战略合作的谈判吗？我听说他们对自动驾驶这一块特别感兴趣。他们还和思源基金一起谈判过要联手投资自动驾驶的项目，所以我就擅作主张，我想让童宇在谈判之前拿出我们自己的自动驾驶的项目。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呀？江总，你先别着急啊。第一，因为公司已经决定暂停自动驾驶项目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怎么样说都不能放到桌面上谈。第二呢，我是想这件事情真正确定下来，有了进展之后，我再向您汇报的。所以这件事情我负全责。你
你的消息准确吗？应该很准确，因为我和思源基金的陈子叶陈总，我们俩是朋友，是他跟我说的。思源基金的陈总，这样吧，等你有空回来，咱组个局，和他认识认识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女朋友可真机智啊，这么勇敢的给我挡枪。你说我怎么办？上了贼船，吃里同罪。我劝你赶紧把手上的自动驾驶项目停掉，好好干好你的本职工作。哎，你说是谁把这事儿跟江大凯说的？我昨天看到李德，我觉得他很奇怪，一直在问你。所以说你怀疑是他？除了他，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其他的人。不是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要告诉你，我找得着你吗？哎呀，昨晚这事非常抱歉，我本来做实验，但是后来突然间有事要出去，但后来我去找你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不接？我接了。工作的事儿明天再说，挂了。你这叫接，你好歹听我说两句话呀。冬雨先生，我跟你公事公办，你说我不好好说话，我跟你好好说话，我也找不到你人，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又不是你自己设计的机器人。会安装一个高级的处理器，你想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你不想说的时候我也找不到你。我告诉你，我做不到。这小子真厉害，这什么都能接着。到现在跟你解释，你听吗？好，你跟我解释吧，我听。不用了，超过三秒不是欺骗就是撒谎。我的名言，知识点啊，各位划重点记一记。咱俩是一定要这么聊天吗？我中午请你吃顿好，这事就过去了，行不？你以为我是这一顿饭就能收买？哎，我们把这儿录一下啊，这完美，总算大功告成了，资料全都录进去了，干得漂亮！真不容易啊，你看那么多天。不过现在也不能松懈啊，得时常温习着。有些知识点确实挺生僻的。知道了，我的郭大组长。大家要不休息一下，我请你们喝咖啡。好，你们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我再把题库检查一遍，要确保万无一失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郭老师就是这样啊，又认真又严谨，多学着点，听到没有？那你就不要去了，休息一下，我们去买咖啡。来，你们的咖啡。谢谢崔老师。谢谢崔老师的咖啡。我下午还有课，得先走了。啊，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我觉得吧，你最近不太对劲儿。这竞赛准备的挺顺利，你怎么还这么赶上啊？哪有？是不是因为郭老师？别拿我开玩笑了，好吗？哎呀，我拿你当老师也当姐姐，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当然知道。说实话，我到现在都摸不准他到底怎么想的。有的时候吧，我觉得他心里可能是在意我的。你看我们工作起来那么的默契，是不是？嗯。可是有的时候我又觉得我好像从来没有走进过他的心。他就像一团烟，虚无缥缈，若即若离。我们尽管在一起上班啊，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抓住过他。听你这么说，你不会是准备要放弃了吧？我也没有什么感情经验，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做得合不合适。崔老师，嗯，看看这周围有没有发现什么规律。可这就是爱情啊！要我说，你追郭老师的方式也太含蓄了，送汤送饭送书，你以为你是父母年代的爱情吗？要我说，就应该换个方式，
跟我是姐弟。哎，可是我就是这样的人啊。哎，如果是你喜欢了一个人，你会怎么做？要是我呀，就俩字儿，主动啊。主动？嗯。你没听过一句话，女追男隔层纱，我要是你就直接表白，他要是接受了，你俩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；他要是拒绝你，你也不会坐在这里感伤了。所以不想放弃的他，换个方式继续追。靠不靠谱啊？嗯，试试呗。喂，主任。啊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崔老师。啊，郭老师。去找我有事吗？啊。孙主任叫我过去一趟，一会儿我们回来聊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。老师，啊，干嘛呢？哎呀，这笔掉了呢。哦，你看，你的东西怎么老是跑到郭老师这儿啊？哎，啊，宋老师，不对呀，这个点你怎么不是在上课吗？跟你一样，丢三落四的卷子忘拿了。哦，那个，孙主任找我还有点事儿呢，我先走了啊。嗯。崔老师，啊，郭老师，刚才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，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啊，你好。哎，郭老师。啊。进来。郭老师。我正要给你发微信叫你过来了。嗯。这文件夹里，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一些补充材料，比赛的时候你肯定能用得上。如果你再发现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，就告诉我，我再给你补。好，谢谢郭老师。嗯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下午好，有没有想我？今天伯利历史姐要给，要给大家，回来了你。嗯。讲述一段不为人知的野史。你们知道这古往今来中国的百位帝王，哪一位是不是是没有后宫佳丽只娶一人？这是真正的甄爱帝吗？这谁跟真人的资料啊分得这么细？我猜是爱心满满的仁兄把你弄的吧。哪有什么爱心满满的仁兄啊，你要喜欢你拿去报个队啊。哼，欠你。也有蔓草零露攘攘，有美艺人宛如清扬，邂逅相遇与子携手，细雨微风之舞心声。无锡啊，这是谁写的情书啊？郭崇老师。哎，这郭崇老师写给你的情书。别闹了，什么情书啊？宝宝们，这是我们宿舍的艾米，我们学校的郭崇老师在追我们宿舍的艾米。我们学校的历史大咖郭崇老师给艾米写的情书，老师追学生，太拽了！宝宝们，666刷起来！郭老师，
冷笑。郭老师，别扔给我。这个有。郭老师，我站你啊。主任，我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。信封上都写了你的名字，你知道这件事的影响有多恶劣吗？给女研究生写情书，还用诗经国风。郭崇，我对你很失望。苏老师。啊，郭老师。主任，是我的错。我给学校和学生之间带来了非常不好的影响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，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。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件事情就在这儿结束了，行吗？你怎么不开灯了？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你等了我一晚上啊？到底去干嘛了？能不能跟我说实话？你刚才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？许多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把我当什么呀？对不起啊。